大家好，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Google Chrome 下载网站的背景音乐。大家一定曾经在某个网站听过很好听的背景音乐，可能是一首歌或一段旋律，但是一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所以也无法在网络上搜寻下载。这个软体可以下载音乐、影片，但是因为要达到教学目的，所以会分成两个影片介绍使用方式。这一篇仅介绍音乐下载。首先打开 Google Chrome，选择应用程式，选择线上应用程式商店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，程式名称可以到这个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在右边免费的按钮按下滑鼠左键，选择新增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这个就是可以线上下载音乐的程式。点开百度音乐，第一首播放，现在可以下载第一首歌，点播第二首。我们看一下程式，只要开始播放音乐都可以下载。我们选择一首下载试试，开启 MP3，测试成功，下一篇会跟各位介绍如何使用这个程式下载影片，谢谢。